来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干嘛？讲故事？讲什么故事？您没看我现在忙着呢吗？再说了吧，就你那故事，你翻过来调过去的讲，一年到头一天到晚讲个没完没了，那我听到耳朵都长茧子了。从前呐。哎呦，您就别从前的了。人一生不是说了吗？你身子虚弱，需要多休息。你说你讲故事这功夫，你回屋睡一觉，多好啊！有一对父女俩，有一对父女俩，就像咱俩一样。我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你说我是谁呀？你自己知道。我自己可不知道吗？我要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不就跟你一样了吗？老糊涂了都。哎，爸，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我不告诉你。还不告诉我？那我也能猜出来。也爸，你今年73了吧？啊？你咋又不说话？这一会儿糊涂，一会儿明白的。那是什么呢？什么玩意儿是什么呀？这树上结的呀！哎呀妈，这老头真有意思。这树上结的不是柿子吗？干啥想吃啊？这不都给你洗好了一盘了吗？给，抱着吃啊，小点口吃啊。你到时候那个汁再整衣服上了，可不好洗。这是什么呢？怎么又这是什么？那不告诉你是柿子了吗？还不够！哎，再给你俩。爸，你干啥呢？哎，爸，你可真有意思！你吵吵半天要柿子，完了我给你了，你也不吃，你往衣服里揣啥呀？哎呀，爸，我求求你了，我这一天到晚上班那么累，我这回家洗衣服做饭的，你这干啥呢你呀？你到时候整的衣服里都是汁子，多难洗呀！你给我拿出来，你别你拿出碰，来，别碰！你拿出来！你是谁呀？我是谁？你说我是谁？给我拿出来，挂耳朵！别抢！我喂求你了，这喂，是我姑娘最爱吃，给我姑娘留的。我那可爱的女儿啊，坐在树底下，小手指着柿子树，爸爸，那是什么呀？我说女儿。日子象征着团团圆圆，像一颗爱心一样。爸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柿子。爸，那是什么呀？爸，那是什么呀？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呀？那是柿子。